了六条黄花鱼，去里去内脏。清洗干净，烘干水分。黄花鱼剑可开，放在炖鱼网上，再盖上一层，用竹签或者是筷子别一下，防止鱼煮熟了煮壳了。锅中放冷水，黄花鱼放进去，红酱、料酒，多来点盐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煮5分钟，让这个黄花鱼熟透，浸泡1到2个小时，也可以时间更长一点，主要是为了让它吃点盐味，拿出来控水晾干，可以直接吃凉的，着急吃就用空气炸锅烘一烘。黄花鱼肉质细嫩，但是小刺儿比较多，晾干以后肉和刺儿很好分离，你也可以试。